们想玩什么？都可以啊，看你们想玩什么。你是玩得分的吧？那个谁啊，扣人啊？我吗？对啊，不是啊，我都打的。他什么都可以的。嗯。选哪只？哪只？那你先编这个好了，玩一下不同的东西。好。感谢叶明的300块，那是可以加强一下聊天的技巧吗？要先拿长法吗？啊，先拿长音吧，先拿长音。我拿。所以你们平常没有固定的位置啊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双排比较多嘛，所以两个都要什么位都要打，会打。哦，我还好啦，我打得分普通，所以我就打比较多。也值。对，但是他就。那我玩。哎，你帮我拿个鱼柱。这个吧。鱼柱吗？好啊。都。对啊，除了潜能值，有啊，我刚刚问他、啊他说你那个，他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嘛、啊，真的没有固定的，就感觉对就可以，只要是男生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不是、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最基本也要对我好啊，然后能沟通啊，就是就还是凭感觉啦，没有固定就行了。哦、好的 ，OK， 我已经帮大家问到这个答案了。要高富帅，那我的，玩的超级，没事，那你跟小牛有见过面吗？没有，还真没有。真假？小牛都不约我的，为什么？你们两个不是都澳门人吗？会很大吗？澳门很大吗？澳门还好。是哦。但澳门很小，但是就没有见过面。Come on, come on。他是小牛，是不是年纪很小？我也想知道，好像是吧。那小弟弟你能接受吗？小弟弟的话，我想一下啊。哦，可以，拿到了。好球。小弟弟的话，还是看感觉啦。我也有以前有个男朋友比我小哦。小很多吗？小一岁而已，哎、看一下是一岁哦，那还好、啊。嗯，那太小，我也没有很大啦。确实。哎，好扑。好烦。很冒。冒。什么鸡？嗯，有巨大年纪可以，我猜好球，没有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打球的时候，我咳嗽变严重了一点。哎，好。卡梦，没有，这是小雪的照片呢、啊。
我的。哇，咋会是身位哟、哦、你？哎呀，对面不会守。我手拿这只很虐、啊、啊，没踢了，没少了一步，他攻位置也不对，又带到一点，太早了好像。对啊，你跳走。哇，我又跳走。他不是看灌高的吧？他看灌高的话，他就选超连的啦。还是你也在意灌高实力要有一定水准，才可以追你这样？没有啦。Baby 会去看黎明的演唱会吗？哎、欸，我，还是你已经看过了？还没。还没。你是穿完盘？我反而想去看 Blackpink 的。哎呀，卡住了。有大吗？没有。应该有。感冒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